今天早上从三湾下山，然后晃着晃着就晃到杨梅，然后既然到杨梅，怎么可以不来中立吃的牛肉面呢？嗯，那今天就从那个最老这家西米开始吃。那它这个面是一碗120，肉算多，蛮多肉，然后这样120。那酸菜，酸菜是一大包给你。那面条是比较厚实的，所以如果你想吃软一点的话，要跟店家讲，叫他煮软一点。然后现在吃面，对，这就是中立牛肉面的味道。那这边这几间就是加面加汤不用钱，可以加一次。那基本上我觉得我应该会加汤，应该加面不可能，没那么会吃。我再拿牛肉。它这个牛肉不是那种入口即化的，它比较有点嚼感，因为环境的关系啊，只能侧着眼跟大家讲话。嗯，这个牛肉是比较有咬劲，嗯，半筋半肉，这对有些牙口不好，我会觉得有点软了。这越嚼越香，那加面加汤就是你如果有需要的话。戴着口罩，去里去后面那边拿碗过去装，因为它卤味了，这是牛肚。它这个牛肚是白卤，白卤。嗯，配姜汁就很好吃了，那个泡菜。失望是台式泡菜，不是四川泡菜那种自然发酵的，是台式泡菜。虽然也是不错吃的，但是觉得如果是自然发酵的，那泡菜会更好。喝个汤，汤。那我今天点的是小辣了，就是入门辣，那基本上还 OK。我觉得要点有点辣度才好吃。那他们每桌都要一瓶醋哦。那有些人吃牛肉面喜欢加醋。那至于汤头，有人说死刑，我觉得还好。面量蛮多的，所以我等一下可能会加汤。那基本上可以加面加汤，一碗120不过分啊，对啊，就还算蛮实惠的。OK， 那这是先跟大家介绍的西米牛肉面，中立的。那旁边还有两家，有机会再过去看看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里。那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那最新美食情报不漏接，好，拜拜。